新北市辅仁大学是知名的美女学校，在今年辅大50周年校庆呢，就有学生自行发起，找来12个学院正妹拍摄美少女桌历，出版还没发行就已经造成了话题了。我们连线给记者黄博翔的报道。好，去年辅大50周年学生自拍的年历获得热烈回响，而今年延续今年的超高人气，一样找来12位校园美少女，来自不同的系所跟社团，来看看他们活泼的一面。我是 Viviana， 我是 Dolly， 我是 Fabiola， 我是 Zoe， 我是 Tiny， 我是 Ashley， 我是 Miki， 我是 Ariel。欢迎大家来辅大过圣诞哦！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拍摄的主题是高中制服趴，那现在其实都还是他们的上课时间，那也为了拍摄这个年历，要配合彼此的时间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不过也由于他们都是顶着校园美少女的称号，再加上洋溢青春洋溢的外形，在校园里都有着超高的知名度。虽然拍摄年历是第一次，但完全不生疏。而去年年历限量500本，在开卖的时候就被秒杀。而今年虽然价格稍稍调涨，但是预估买气不会减少。那以上现场最新情形，把情况交还给黄磊主播。好，庆祝学校的50周年校庆啊！这个辅大呢，现在推出了这个正妹月历，结果率先引起了话题。等一下回来，我们。